臣宋怀恩奏请陛下，御驾亲祭。臣复议。勇士，以此为上，用灯明堂，离而不成，不念断魂，常必灰扰。高原冉冉，无心石痛，雷九一伤，魂如有灵，已见无心。呜呼痛哉！夫为。 诸位将士，你们都是宁朔军的勇士，都是豫章王的爱将，便也是大成的勇士，朕的爱将。多少年来，你们披荆斩棘，劳苦功高。 在多少敌人的刀下活了过来，如今却不明不白，在自己人的手里丧命。朕若不为诸位平冤，
如何对得起大成的将士？如何安慰天下人的心？大殿之上，有人说：“皇帝只祭拜天地、社稷、先祖，哪有祭拜将士的道理？朕今日就要开个先例。” 军两千余人，禁军传军覆。